must press on. 电脑，哇塞，电脑他们是智障啊，直接被他打死了。电脑根本不会走位，垃圾，没见过设计的这么废的内挂，输了。对，玩家对面有谁 ？Win 是小安 BB， 小安玩酷奇中路，他们是这个是大 poke 流，大 poke 流再配一只刺客。 有点累，我先把游戏关掉。哎呀，这自动程式真不是普通的喜憨。哈哈哈哈哈！自动自杀按钮啊！ 这丢让来怕，哎，啊是 AP 库奇，哎，哦，我们的对手还是法洛斯，法洛斯加瑟雷西啊，我们这边是用奇勒斯加艾希尔，奇勒斯加艾希就是推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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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回家推线推线推线啊，回家，应该不会打起来了。要是我刚刚普攻一下有700滴，我早就把那个大眼怪给打死了。 还轮得到他在那边弄我？放个音乐吧。好卡哦！玩过那个游戏之后，我的 FPS 是直直的下降了。我耳机什么牌的？我耳机萨迪斯牌的，还没拿到。 现在还是无牌了，但是之后会是萨迪斯牌的，就是你有没有看到艾希的脸，就长得像艾希的脸那样，在左下角，那个位置还蛮显眼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啊，我也不是很想跟对面打起来，打起来也不会有什么优势，偶尔 poke 一下就好了。 First blood， 比数1:0了。库奇很快的就被单杀了，库奇我觉得被连杀的几率还蛮高的，呵呵，可能会让我们的鱼人滚雪球滚到底了。这把就看鱼人玩的刁不刁了。And ally has been slain， 比数来到1:1啊，这边江狗也是开始做事了，把我们的江狗给杀了。 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哎，96滴一剑。艾姬长得好，萨迪斯哦，我觉得现在的角色都长得蛮萨迪斯的。我们这里要 call gank 了，比数来到2:1啊，上路在这个队友送头之后，啊，还是稳稳的把人头拿回来了。约利亚干得好啊！ 不知道为什么都不射我们，可能心肠比较好吧。哦，被勾走了，咻，消他一点血。比比还是不想，还是不想鸟我们。
啊，一人一剑，看谁比较痛了。你说要三比一啊，这把小安看起来是要雷，小安是要雷咯。萨迪斯就是左边那个啦，啊 ，BB 变凶了呢。其实 BB 射一箭就是我们两箭的伤害，还蛮痛的。他就是比较狗的角色了。好，这个比较狗的角色也是渐渐的要没魔了。魔力剩下167，他还可以打三发吧？再三发就要 recall 了。我们只要稳稳的躲过这三发就好了。但是三发都中的话，就一起 recall 吧。哎咻，哎咻，他好像放弃射箭了，不能放弃梦想啊！啊，真的放弃了，把不射就算了。哇，摩根，摩根强的不行啦，直接走上去，我还以为在耍宝。就直接定住了大碗啊，让他升天。大碗，你死得好惨啊！我们用这个小鸟吓跑他。啊，小鸟发挥功用了，把那个叫什么小安给吓跑了。啊，消他点血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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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他竟然还待着哎，嗯，有古怪，应该有埋伏吧？没有哎，想 recall 了，好吧，你兵线搞得这么好，搞得这么好，真是谢谢啦。好啦，这一波出来就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兵线了。那个兵会缓缓的朝我们这边靠过来。我们等一下大变化轮同学的 gank 应该又是要拿下路的头了。真的，在台服哪边职业队多，哪边通常就输定了。职业队与职业队之间偶有不合啊，偶有不合就会打不起来。啊，赞哦赞哦，这个兵线。哇，安全安全。可是李欣没来，李欣没来就是最可惜的地方啦。不然应该又是可以怒拿一颗头的。他还瞄准我们吗？哇，他怎么六等啦、啊？哎、欸，这游戏怎么六等、啊？送你一个兵线。哎、欸，有人在蹲点了、啊，我们先杀掉 BB 吧。啊 ，BB 死了，那接下来他们不是啊？你怎么打这边？啊，打这边也可以的。我们再射死这个鳄鱼，鳄鱼也死了。Rampage 比数来到8-2，死成了一个全灭。我们先打夜曲不是好好的吗？你买4000多的显卡 FPS 还是只有60？我也不知道啊、欸，因为我对 FPS 这种东西不是很了解，可能你的 CPU 也要很好吧，或者你有锁到那个吧，可能你有锁到垂直同步，锁垂直同步的话，它就会帮你锁在60了。好，回补大招。其实60就算 OK 了吧，我也可以调成60啊。像我之前也都是把它调成60的啊，我觉得60看起来就已经差不多了。只要它不要掉到什么59啊、45啊，这样60就很 OK。它只要稳定在60，你应该是分不太出来了才对啊。
咻！我们这个摩甘娜之神玩的还挺屌的，哎，临死之前都有 Q 到好几个人。嗯，其实60就很够了，哦，弱好几只兵。刚刚在看东西。啊，我们来去中路了，鸡嘛的血量打会占你好时机啊。8-2的比数，然后对面现在忙着吃兵，他们现在想要把自己的劣势给扳回来，他们就会一直吃兵。哇，这个，哎呦喂，带进化。来怒推中路，哎咻！哇，小安这把真的在戳啊，030啊，那可能也不是在戳啊，就是角色不强啊。啊，法洛斯摆到中路强多了。哎，被箭塔打到了。哇！哇！你嘞！哇！直接把我打死了，太恐怖了吧！大叫一声，从这个草丛跳了出来。哇！把法洛斯当盖伦在玩呢，法洛斯当盖伦在玩的 BB 现在210的战绩啊，杀了我两次，好讨厌啊！好讨厌啊！哎呀，这样蹲在这个地方啊！我继续推，我还是得把它推完的。对哦，我来死一次，他还有一个应该是杀我们辅助啊。上一次他也是用一样的 pose 把我们的辅助打死了。AD 没闪。这把最肥的竟然是花轮同学，小雨打天下又再一次要单杀小安了，我觉得小安这里应该 又是死定了。怒推中路 ，Killing spree。哇！我扭，扭不掉，我要死了。李信再来一个啊！BB 的霸气把我震退了。没道理啊，这样子都能空。哎，队友把敌人杀爆了，队友太杀了吧！好强哦，队友！BB 这波应该是爽翻了吧？爽！啊，得到了一个爽！我想那个射雷机飞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说杀他杀他杀！爽！哎，打完就爽！杀到他我就爽了。Swiftly now。没问题啊，这把应该可以赢啊。我们还是留着打会战再用，还是打会战再用大姐吧。啊，这李勤，这李勤是超级杀手哎，整场最燥。等级好低哦，好想升级哦，从没有这么想升级过，是玩了网络游戏的后遗症吗？哒哒哒哒哒，我这里位置很不妙哎，
啊，你收，我忙。哎呦，回旋踢啊！不是啊，小鱼儿。哦，他守我，他守我。我还以为法洛斯那个位置打不到我嘞，想不到他大绝这么的精准啊！啊，对面还是得死光的哈。想杀我，报应来了！哇，吓死我了！那你就死了。小安有点想杀我。还好，队友很燥。对面法洛斯已经五个头了，五个头也太凶了吧！当当当当当当！有谁守得住鳄鱼啊？玩家，这个塔还剩多少血呢？还蛮多的。好吧，剩下不多了，其实。然后鳄鱼又偷偷的钻进草丛了，我们射他一下，命中红心，巨龙奖励，推塔能力 up 15%。那再回满上，回满一些装备吧。没有了，我被送了。当刚一扇门，当当当，打的队友在送头了。那他们也是 unstoppable， 连鳄鱼先生都到了。那边悠哉的杀人。好，我等一下拆个上路，我们也该打会战了。哇，上路推进去就被打，小孩又来送了。小安已经打出了一个061的战绩了，这才是台服的 King 吧。其实 TPS King 可能不是我，可能不是我。我没有东西可以吃了。高雄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哦？异大世界、梦时代、汉来大饭店、大巴大饭店没了。啊，不然小港机场啊，小港机场也是够你玩的，可以飞到各个国家。这边的夜局好像也是装备不错，有一把陨落王者，不要黏到我们也是会大喷血的。哦，夜局有点凶哦。野怪，一堆技能从里面飞出来。哎呦，好痛哦！这边的 poke 开始会痛了，法洛斯已经可以开始 poke 了， poke 一下是500多吧，5-600滴，不瞄啊，先塞个长剑吧，我们必须要主动开战了。好，住哪？我住在高雄的某个地方啊，有飞机的那里啊，有飞机的那里就找得到我。我们这里叫做飞机城市。哇，小安老当益壮，不愧是18岁，18岁就是舍得掉这一招。这个要是盆年，他刚刚就中了吧。
马洛斯，马洛斯一直用一个很北兰的姿势走出来射一箭。啊，开战了哎、欸！哎、欸、咻，给你一箭大大发的，大发大发点，冲啊！夹他。换菲斯要进场了，哇！菲斯终于要发威喽，菲斯发威秀，哎咻哎咻，塔我扛，哎输的 ，double kill，triple kill， 啊，问谁要来送头了吗？没有哎。跑得很快，来去吃下路。小安这把真的蛮累的。我是航空迷啊，当然不是了，我最讨厌坐飞机了，又那个位置又小，又有够无聊。而且当你正在看电影的时候，他就会。你好，这里是机长转播。你好，这里是什么呢？舰长为您服务。或者那个快到了的时候，你好，我们即将在30分钟之后降落，然后他就把那个电影给关掉了，你就不能再看了。你接下来30分钟，你只能发呆，好像连东西都没得吃了。你好，这里是机长导播。现在是时间2:51，我们即将到达目的地2:52。现在空气晴朗啊、当地的气温是摄氏-2°，请各位记得调好时钟，谢谢。然后大家再用英文讲一次，再用马来西亚文讲一次，再用韩文讲一次。哇，讲完就到了，你电影都不用看了。不过那上面还是有蛮好玩的游戏啊，有那个有一个战舰的那个游戏，也可以猜敌人的战舰在哪里。啊，这几天一直玩哦，无聊的角色玩一玩也是可以玩出一番风味的。啊，都跑去上半部了。你吃这个，他们是不是就要吃八楼啊？哇，小安清兵好快啊，但推不进去了。他终于展现出他的功用了，天生我才必有用啊！选了库奇，除了送头之外，还是可以清兵的，有两大功能。这把选库奇有两大功能，他完完全全的展现出来了。选唢呐的目的哦，就是对线可以打爆敌人啊。他除了对线可以打爆敌人之外，他就没有其他的功用了。哎、欸，按错了。嗯，棒棒棒！今天玩逃跑吗？今天没玩哎、欸，我今天要玩这个世界二啦。我觉得刚刚玩出了一点心得，那个怪虽然有点强，但是我们快赢了。我等下要再挑战一次。My best work from afar. Yeah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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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! 又是小安。啊啊，他这边反击了。哈哈，这边的技能都会这样子飞出来。别好痛啊！治愈都还没按就被他插死了，这家伙也太痛了。比数来到27-10，换了同学将把人给踢走了。拉转到而已。
嗯，同学打得有点急躁，竟然把人踢走了。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很痛啊，还是他废了。世界二，我觉得世界二在世界二里面，我就是一个这个工会的会长，其实还是蛮厉害的。这个招募各大英灵，然后讨伐这个世界上其他人所讨伐不了的真兽。虽然按按了治愈，我就可以晚一秒再死。啊，好惨！哎呀，我没有 TP 了。小鱼打天下已经出了两个物防装了，现在打还打他会痛呢，就只剩下小安了。哎，如果小安还活在这个游戏的话，你好，我刚好也是工会会长。哎，你好你好，我们有空可以交流一下。我是这个阿狸妈妈渡远征团 X 的工会会长。真希望有一天我的工会名字也可以在动画里面出现，就像那个什么同人那个叫什么忘记了，什么血盟骑士团啊。有一天就有我的这个阿狸妈妈渡远征团所做出来的动画啊，以我们为原型做出来的动画。哎呦喂，啊，我 HP 嘞，天啊，小安送头啦，冲啊，破，哈哈哈哈，这次没进化了，这次没进化了，应该是死定了吧？难道这都跑得掉？还真的跑掉了，哇，小鱼打天下这一波有点冲动啦，啊，真的冲动了，啊！死光啦！大家一股脑的冲进去了，欸，一起死了。阿狸妈妈动画，我就可以做主，我就可以成为像宫崎骏大师一样的人。去吧，巴伦！我们要开始克巴伦了。那我们这边有的是有大招的李欣，没有大招的伊瑞利亚。好，摩根娜首当其冲，他进去按大绝，他定住了 BB 啊 ，BB 应该是要死了，啊，死的好惨，被巴伦给咬死了，啊，啪就咬死了。这时候会以及花轮同学还在力战群雄，他们首先杀掉了这个史诗般的传送，没有死。他们接下来的目标是鳄鱼，鳄鱼踢过去就死了，花轮同学双杀，花轮同学啪吹爆 Q， 花轮同学还要再杀一个，花轮同学一个 Q。啊，没有，阿伦同学竟然是用拳头做的，用脚踢的，哇，最后一个 Q， 被他反杀了，让他开一下视野，啊，射不到他，飞走了 ，Wiki 啊，哎，是的，比数32-17，他还是被飞视野控制，还是跑不掉的。那两个都被小安炸死，欸，小安现在痛了，他唯一的 AP 也起来了，他们现在 AP 伤害也要成长上来了。怎么 BB 在这？我们还是去吃龙吧，感觉每一场都要打到五条龙啊。哎呦，四条了，29分钟就四条龙了。好了，我们不用再进攻了。有四条龙的话，就不需要再进攻了。乖乖等五条龙就对了。那华人同学在那边逆转了，啊，这个画面想必也是这个撼动了电视机前的所有观众。哇，华人同学要挂了，就死了，就被炸死了。
我觉得阿 Q 最后应该在 CDR 或者能量不够吧，我不是很懂那角色的 能量系统，可能是能量不够，所以他最后踢不出来了。艾希是第一个可以一直暴100%暴击的角色啊，第一个可以100%暴击的角色，我们现在每一下可以打193%的伤害。哇，黑黑的黑黑的，我从阴影中到来，咚！阿雷雷跑掉了，哎，还想上吗？哦，目标竟然是 BB 啊！啊，目标是 BB 的话，那我先杀童年吧。啊，目标是谁？啊，跟我没关系。哦，会痛嘞，会痛嘞，会痛嘞！不妙哦，不妙哦！大王，家你们要吃这个 HP， 这个 HP 能吃吗？啊，算了，有小鱼打天下帮我们 cover， 应该是还 OK 的。安整现在到底是吃还是不吃？不吃啊！到哦，好，我回买陨落。来了来了 ，HP 来了啊！不是 HP 来了，攻击力来了，攻击力一直上升。小安也是出了屏障嘞。小安现在还想要 bait， 你等下被伊维利亚夹到，你就知道什么叫痛。哇，还差点中弹呢，中了就 Q 了。登录没信号。啊，我也觉得我黑眼圈有点重，不然我都蛮早睡的、啊。贴啊！砰！啊，破该了，这个要破该了。哼、啊！以为我没看到，空大！啊，空大！啊，阿伦同学死了、欸，不妙哦，快跑！快救我啊！啊，我好像会死、欸。好像不会死。Triple kill， 这是西门上升你。哇，西门上升哎、欸，小鱼打天下。嗯，有西门真好。难得跟西门一组还能赢呢、啊。按照吃八龙，吃八龙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一起吃八龙。也取在送头了，这个游戏根本是谁开谁就爆了吧？小玉儿刚这个跳回去，完美的把敌人哦，小玉儿大绝都不用用到就吃掉了。给我，给我！这300块。然后我们陨落也出来了，这小鱼儿真天生神力啊，好强哦！已经拿到了13/18的战绩了。前面是由小安带领风向，哇，后面小鱼儿打的是一个亮眼。然后不然新艾希，然后我有一天把它解禁了。啊，这个人是会变的、啊。人是会变心的好吗？哇！这次竟然打中我了，
哇，命中 BB 啦， BB 应该是要死了，好可怜啊。蓝佩奇 ，Deco Double Kill 哦 ，GG 史密达，45-18，对面突然会再也打不赢了，因为对面组合就不是太好了。这把感觉可以加个12分哦。印象中一个职业选手大概是值3分吧，这边有3个职业选手9分，2个非职业选手1个5分，大概可以加19分哦。换人选手，换人选手玩的还真是不错。非职业选手是比较值分数的，你们不知道有这个赚分系统吗？你们是不知道有这个赚分系统啊？这我是知道的。你看有3个职业选手啊，所以三个人你把他打爆了会加9分，然后剩下2个非职业的加1个加5分，2个加10分，刚好19。啊，我就真的有算过的。进一段广告，这个还真的是只有我知道的。我有一天发现你其实一直跟职业选手打，他分数会加比较少。如果对面全部都是非职业选手，那个就是最加分加最多的时候，好爽哦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世界二还真的蛮好玩的。虽然我身上没什么卡片，最好是白对的。我下一场也一样算给你看。对啊，我要进广告，我以为我已经进广告了，有些人是看不到的，但有些人却是看得到的。广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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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后补我记得是加4分啊。等我跑一下我的世界二。下一把玩什么好呢？你还在家吗？对啊。我们的这个海马玩模拟器。